我回来了，哎，哥，哎，哎呀，真是抱歉啊，刚才我去拜访了唐顺之唐大人，聊得一时兴起就忘了时间了。看，这是唐大人送给我的。啊，哥，咱先吃饭吧。啊，你们一直在等我呀？啊，没事没事，等等无妨的。啊，抱歉，来吃饭。我来，来来来来，吃饭吃饭。不是。这些书可是唐大人一生的心血。哎，夫人，来，夫人，不行，这些菜都凉了。小木，把菜都撤了。啊，对不起诸位了，你们出去吃吧。 夫人，不就回来晚了点吗？没必要把事情闹大吧？我闹了吗？戚将军家宴客，就不该怠慢客人。你是在跟我发脾气吗？夫人。 先告退了，早消消气啊！我哥跑，他跑。先走了啊！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以后戚先生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情啊。女人呢，是要挫他一下威风，你要告诉他谁才是一家之主。你要告诉他，你心狠了，忍无可忍。 老虎也有睡觉的时候，你待他睡着了，那把刀架他脖子上，叫他起来，然后再告诉他，你要是还不服的话，大不了先杀了你再自尽了，以战俘纲。好，大成说得好，这话说真对啊，哥，咱就这么办。 夫人，为什么拿着剑？我想杀只鸡，给夫人补补身子。你的剑怎么能用来杀鸡呢？